我们讲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，就是它的人数呢大概是2到4个人，然后每个人选一个绿色点当起始点，那主要就是借由抽我们的斜率卡牌，然后呢玩规划到对岸的路径。那我们的这个斜率卡牌呢，大概数字的部分有三种，一种是给两个点然后你算斜率，另外一个是直接数字，还有一种是给直线方程式，那你就是去算出它的斜率，然后在玩的时候你要说出来，一方面让同学能够帮忙检验看你讲的对不对。那我们还有一个是鬼牌，鬼牌的话你就是可以画-5到5之间的斜率值整数，那你自己可以任选。那另外我们还有希望能够学到对称的方式，还有垂直，所以你抽到对称牵直线的时候，你也必须要去画出原来的那个线段，然后你去画对称牵直线之后它会变成怎样，或者垂直，还有一个是水平线。那这个部分怎么画呢，我们在我们的说明书里面还有在做一些说明，可以再看一下。那主要就是说你如果我们的胜负呢是以先完成路径的为优胜。那比如说给两个点的话，怎么样看算斜率，可以用这边的，这边我们其实有附带公式给你看，然后或者是给方程式的话可以怎么样计算斜率，好，这里都有，你要把它变成斜件式，就是 y 等于 2mx 加 k 这样就可以。那如果是比如说你已经算好斜率之后，斜率是-2/3，你可以是用绿色的方式画，就是往左两单位往上三单位，或者是用红色的方式画往右两单位往下三单位，就可以画出这条直线的斜率。